先生，儿科搬到对面的大楼去了，这儿一个人也没有，您走错楼了。对不起。走错楼了。我走错楼你是故意挑这个地方跟我见面的。小马他睡着了，别吵醒他。子君，十几年不见了，我们居然在这个地方重逢，你不觉得这太残忍了吗？小马他睡的是六号床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这张。过去的事你还是忘不掉。小马，你爹他来看你来了，你不是盼着他来吗？你爹他终于来了。子君，小马他已经死了。不，没有，他还在，他还盼着他爹来看他。好了，够了，子君。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。你活在孤安之中，活在快乐之中，你的妻子儿女在你眼里比一件明清赝品都不值钱。子君，你不知道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找你，天津、广州、厦门、台湾我都去过了，只要有你一点消息，我都去过了。哼，你恐怕是在找你的古董吧。跟我回去吧，子君，我们重新来过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的。可是小马呢？小马他永远回不来了。子君，那天他就是躺在这张床上一直叫着。子君，我求你别说了啊！别说了，直到他断气，他的爹也没有来。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可是子君啊，我当时并不知道孩子会。他爹为了一个龙头，把孩子给扔下了。子君啊，为了这件事，我已经折磨自己半辈子了。你一定是受了不少的苦。子君，该走出阴影了。这些年我常看报纸，你和龙头的新闻不断，真是恭喜你啊，钱大师，你终于可以了了心愿了。子君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小牛呢？你还想着他？我听高桥说，有个女孩子自称是你的女儿，她是不是小牛啊？你想见她吗？是的，她现在在哪儿？我实在是想见她，不管她对我有多么大的误解，我都想见见她。好，明天吉谷轩，她会在。谢谢你，子君，我谢谢你了。只要我能见他一面，我死而无憾。谢谢。
小妹儿，爹对不起你。车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警方在通缉你啊！小春的墓碑是你写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的字我怎么会不认识？我自认这是我一生当中写的最好的几个字，能刻在英雄的墓碑上是我的荣耀。钱不用，就凭这几个字，我跟你的恩怨一笔勾销了。哎，公公，你这是要找谁去啊？我不为小春报仇，我誓不为人。你要杀马大强？只剩下最后一个目标了。师长虽然失了兵权，可他身边还有保镖啊！我拼了我的老命，我要杀了他！哎呀，听我一声劝，要三思而行。你要是再劝我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你忘了婴儿了吗？你不用骗我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婴儿已经淹死了，我这次杀了马大强，我就会去服侍他。你懂什么呀你啊？谁告诉你婴儿死了？我去找过高桥，他也跟我说了，给我看过北光丸遇难的报纸，他们只救出了二三十个人，里面没有婴儿的名字。可是尸体也只捞上了五十来具，里面没有婴儿。嗯，也许他还活着。茫茫大海，又是冬天。你忘了，婴儿是在哪儿长大的？厦门码头。他的水性不比常人。嗯，他很可能还活着呀。姓钱的，你不要安慰我了。不是我安慰你，公公，你要想死，我不拦着你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万一有一天婴儿回来了，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，他会很难过的。那时候谁来照顾他？谁来保护他呀？华凤春死了，等于把婴儿托付给你了，而现在你也要去死，那你就是个懦夫。言就于此，不奉陪了。停下停下。哎好，来坐好。哎，出去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不开门呢？老爷，
没这么早开门。哎，走吧。哎，这狗叫真够懒的。哟，老爷来这么早啊？少爷呢？少爷不在，您屋里请。哼，来来来，喝喝。哎呦，大爷，你可别在这闹事儿啊！你来来来，我喝酒。啊，干干干！哎呦哎呦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哎，大爷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大爷，您这是马大强了。他还没来呢。拿酒来。哎，好嘞。好，义父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你怎么才来？都什么时候了？早来了也没生意，平时我都这个时候来啊。他要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要来。谁要来啊？小牛。哦，你女儿啊？对，是他，他要来了。义父，你终于可以见到你女儿了。他娘说的，他今天准来。他娘不就是您妻子吗？对。他叫唐慈君，就是这碗的主人。义父，恭喜你，终于可以团聚了。能不能真的团聚，还很难说呀。老天一定会保佑您的。义父，小牛，义父，他不是小牛，您不能把所有的姑娘都当成小牛吗？我以为我……你看，你把多客人都吓跑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，他会来的，你放心吧。喂，季顾轩，是我。什么？真的吗？我马上来。海石柱打来电话说北光丸捞起一批东西，其中有荒木的箱子。啊，荒木的箱子，那龙头就在里面呢。也许是吧，我过去看看。我跟你一块去。不，你不要去了。义父，你忘了小牛吗？哦，我得等小牛。他很快会来的。一会儿就来。对，他一会儿就来。那我去了。那去吧。嗯，去吧。这个酒啊，够！去，这怎么了？走！哎，等等！哎呦，快走！快走吧！哎呦，这！哎，这个人就不要哄了，是我的朋友卖切糕的。哎，马师长今天来喝酒，还带着保镖啊？哎呀，这两天风声紧，有人要暗算我，不得不防啊。哦，师长也有仇家吗？哎，仇家多了。杀的人也太多了，师长杀了那么多的人，要杀师长的人也会很多的、啊。去吧，不知怎么防啊。你我就不用防了。你一个卖切糕的，跟我无仇。我每次卖切糕都是给钱的。师长那么相信我啊？哎，相信啊。
是你？是你？这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钱老先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喜欢古董是不是？这么说你也喜欢？对呀、啊。来来，挑一件，挑一件。挑一件？你挑一件，我送给你啊。老先生，你太客气了。你呀、啊，帮我找回了宝贝，我送给你什么都是应该的。我可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我一定给你挑一个真品。来老先生，不麻烦了。今天呢，我不是来买东西的，我是来等人的。等人的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巧了，我也是来等人的。真的？啊，我是来等我爹的。你来这等你爹？对呀、啊，是来等我爹的。老先生，你等谁啊？我知道了，是高桥先生，对不对？他呀，人很好的，我认识他。你说你等你爹？对呀。他来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他。不认识他？什么意思啊？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没有见过他，这一次我娘带我来北平，也是希望我能见见我爹。那你想见你爹吗？想啊，当然想了。记得小的时候，我看见同学们个个都有爹有娘的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每次我跟我娘提起这件事情来，都惹得娘大哭一场。你爹他也非常想见你啊。不会，他不会想我的。不，天下没有不疼女儿的爹啊。老先生，我爹跟你想的不一样，他不是人，他简直就是冷血动物。你不是说想见他吗？是啊，我是想见他，我是想见见这个狠心的人到底长得什么样子。阿姐，血浓于水，骨肉亲情，你不应该忘记啊。骨肉亲情？老先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当年为了那个龙头，他连自己亲生儿子的性命都不顾了，还谈什么骨肉亲情？是是，你爹他可能是有罪，不不不，他肯定是有罪，但是他已经是用他的一生来赎他的罪过，难道你还要让他失去自己的女儿吗？老先生，他跟你想的不一样。哦，不，你爹肯定跟我一样。不，不可能。自从我第一次见到您，您就是那么的慈祥，那么的亲切。可是我爹不一样，他害得我从小跟我娘四处流浪，受尽了苦头。他太狠了。阿佳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你爹其实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我倒很想知道，我爹他到底长得什么鬼样子。鬼样子？是啊，我常常梦见他的。你梦见他是不是长得跟我很像啊？不，完全不一样。我经常梦见他，他长着一个狼头。狼头？对呀、啊。而且还有毒蛇的身子。他没有长着一副老虎爪子？有啊，我有梦见过，还这么长呢。阿珍啊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你爹他肯定不像你想象的
那么坏，他一定是一个很可怜的人。老先生，我知道，我再说你也不会相信的。等一会儿我爹来了，你自己看看你就知道了。阿静，你终于来了。阿静，那个这就哎，高桥，荒木的箱子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可是箱子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那龙头呢？啊，对了，高桥先生，我是来见钱穆庸的，他什么时间到？他的意思说是来见他的亲爹。对呀、他现在还没来是吧？是没来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再等一会儿。啊，对对对，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。你可以顺便看看古玩。好的。啊，随便挑一件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可以送给你一件的。啊，你去挑一件。行，我去看看啊。去。别瞎说了，义父，他就是小牛啊。我知道，我全知道了。你日夜期盼的女儿就在身边，你怎么不敢认呢？可是他忽然站在我的面前，我反而没这个胆量了。哎，你上通段祺瑞，下通武大帅，可以说是个风云人物，怎么会怕一个小姑娘呢？我不怕总统，不怕大帅，可就怕小牛。哎，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你想过你该怎么办吗？我这个，你说我和阿静吧，啊不，我和小牛吧，萍水相逢。反而惺惺相惜，如果他知道我就是钱穆庸，那会破坏他对我的感觉的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，他恨他爹，恨钱穆庸，在他心目中，我钱穆庸是个无情无义的人。可这都是误会，我可以帮你去解释呀。不要，现在不要，以后再说吧。你今天不解释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能拖一天就拖一天吧，就这么地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他这个，哎，老先生，高桥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我们在聊古玩。谈古玩。聊古玩。啊，对了，高桥先生，我呢还有别的事情，所以今天呢我就不等钱穆庸了。那我们改天再见，老先生，改天见啊。改天见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来，慢点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自己也搞不清楚。你说我这辈子经历过政变，甚至经历过死亡，可是哪一次都没有像我今天这个样子，怪了。可是纸里包不住火，他迟早会知道你的，你迟早也会见到他的。晚一天也好啊，能拖一天就拖一天，至少能够让我的好印象在他的心目中多保留一点。哦，对了，我说送给他一样古玩，可他什么也没拿，就走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呢。秦先生，小美，怎么会是您呢？真是太巧了，在这儿碰上您。您的伤都好了？好了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在天津我去你家找过你啊。我已经来北平了。哦，你北平有亲戚啊？我爹在北平有个好朋友，我就住在他那儿。啊，小美，我在北平有住的地方
是我一个人住，假如你有什么不方便搬到我这里来住啊。啊，谢谢你，我想不必了。哎，小梅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啊？再过两天我就回日本了。啊，小梅，你要多多保重啊。谢谢你啊，秦先生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梅姨，你跟踪高桥好几天了，究竟他有什么动静？这几天高桥天天往海石处跑。海石处，北光丸的遗物正在打捞上岸，他每天都去认领。荒木带着龙头上了北光丸。高桥他一定是冲着龙头去的。梅姨，追上高桥。好，我们先到海石处。阿静小姐，高桥，这么巧啊？对啊。那你是？我的一个同学也上了北光丸，所以我来看看有没有他的遗物。哦，是这样，那进去吧。好吧。找到了，这就是他的东西，好漂亮。哎，先生，我想把这个音乐盒领走。是哪位旅客的遗物？他叫婴儿。婴儿啊，在这儿，你看。啊，对对，有、啊、就是他的东西，我想把他领走。那您是他什么人呢？我是他朋友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先生，按照规定呢，只有直系亲属才能认领遗物的。可是婴儿他是个孤儿，他没有别的亲人呢，我是他最好最好的朋友。朋友？对啊，这音乐盒他能奏出平安夜的曲子，你不相信你听。不响了，他原来是响的，可能进了海水坏了吧。坏了。啊，这样，先生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想呢，先把这个音乐盒回去修一下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你可以按这个地址来找我，好不好？啊，对不起，先生，您的理由不够充分，我们不能把它给您。啊，可是还需要什么充分的理由呢？我们也是照章办事啊。对不起啊。哦，这样，你让我解释一下。我们会好好保管的，直到他的亲属出现。哎，你怎么抢东西啊？这是死者遗物啊！我是吉谷县掌柜的。这名片上有我的地址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开古玩店的，这音乐盒说不定它就是个古玩呢，请你把它放下。这音乐盒是属于我的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哎，警察！阿静，别动！高桥先生，我们还是把这个音乐盒先还给别人吧。婴儿是你的女朋友吧？也许下辈子吧。你是不是很喜欢她？
我真不该让他一个人去啊。如果那天我能多留他一天，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。高桥先生，别这么难过，我想可能都是命吧。我曾经对他发过誓，我会一生一世的珍惜这个音乐盒，没想到现在音乐盒就在我的身边，我居然没有办法把它夺回来。别想那么多了，我想你一定能把它找回来。它是我的，我一定要把它夺回来。我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会说这些？走吧。李老板啊，木偶，久不见，好久不见了啊！嗯，啊，是黑。哎，好好。哎呀，钱先生，哎呀，久仰大名啊！大驾光临，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啊！首先恭喜次长调到北平，今后必定宏图大展的。哦，谢了谢了，钱先生。我听说您和段局长谈过啊，以后还请多关照啊。哎呀，次长客气了。来，次长，一点小礼物。钱先生出手肯定不凡啊。哎，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啊。这是啊，这是大明万历年间的两个瓷瓶。哎呀，这礼重了吗？宝剑赠英雄，次长是个行家，必当珍藏瓷瓶啊。啊，那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哎，谢谢穆王，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们海事部的地方，您就尽管吩咐。哎，不敢不敢。部长驾到。啊，部长来了，失陪了，赐个钱。话说得好，有点肥水不流外人田。谢谢孔事长。嗯。君，你也来了。十几年过去了，你成了名人，我成了贵妇，半斤八两。你能有今日，我很欣慰。言不由衷。子君，我看见小牛了，他现在叫阿静。他内心充满了仇恨，我故意给他起的这个名字，好让他能平静下来。他长得很像你年轻的时候。好好好，现在现在他是个最不幸的孩子。他还恨我。我早说过了，你不该去找他。可他总该有个爹呀。是啊，他是想有个爹。是谁？是你吗？子爵，阿静的恨全是你给灌输的，只有你能化解他心中的仇恨。你错了，阿静的恨是你给灌输的。让孩子永远生活在这种仇恨当中，这是很残忍的，你不该这样做。钱先生，不要忘记，残忍的事你先做了。好，以前是我错了，
婆现在什么都有了，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个幸福的家。我们？谁给你我们？此举，我的一切属于你，也属于阿静。当然，如果他实在讨厌我，我可以搬出去住。什么？子君，我说的话全是真的。钱木勇，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赎罪。我已经不想赎罪了。我知道，小马的死是赎不回来的，你的青春是赎不回来的，阿静这些年受的苦也是赎不回来的。我只是想着，想着罪人人自罪呀，想着以后，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！以后啊。阿才，我已经帮小春报了仇了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已经帮小春报仇了。喂，我是秦九，找谁呀？哦，小美啊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小美。秦先生，我爹的朋友他病倒了。哦，那送医院了吗？大夫已经治过了，可是他不想住院，我家又远，所以想在您这儿住几天可以吗？可以，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了。哎，怎么把脸都包住了？啊，今天外面风大，怕他受风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快快进去，快点快点，好好，快进去。
子君，子君，子君，你和那个沙天佑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这是我的卧室，你说什么关系？不可能的，这不可能的，子君，你不是这样的人呐。钱慕勇，你知道这么多年，我心里一直在想什么吗？你想什么？复仇。